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什么招？你再种点花的，先去干干活的啊！明天抓着瓦皮哥，瓦皮哥，你家干嘛的？你我没见，你弟弟妹妹要见，你们带着我，我先走吧。你去，你不要在那，你不要在那人家了啊！你去了，快去！你怎么不去了啊？你不在这里的，你弟弟想的这样子的，去吧，去，快！你弟弟妹妹带着瓦皮哥家走。没有。去哪？快点，快！阿梅啊，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来给你们送了一些化妆品。不用了。怎么了？你们阿梅是不是一问我，然后你被你家里面的人骂了？没有，我跟我表姐在说一些家事呢，没事啊，就家里面的事情。那个你来都来了，坐一下嘛，进来。啊，阿梅。啊。那个做母就不做了，你看。这两套护肤品，你看你表姐你们两个一人一套的用，啊，我看到你们前几天因为一些花钱去买化妆品的事情，然后吵架了，所以你看你也知道我是做化妆品的，我这些化妆品我这里用都用不完，你们以后就不要花钱去买，有什么需要的你们就跟我说，我拿来给你们用好不好？哎，表姐。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化妆品，你看啊，化妆一个套盒，一个面，一些面膜。阿美，你们两个一人一半的用啊，好不好？然后以后也不要因为这些买化妆品的事情，然后吵架了。都跟我嘛，瓦皮哥。啊，不是，两套的嘛，你们一人一套，没事。等你们用完了就跟我说，用完了就跟我说，我再给你们带。因为我公司是做这个化妆品的，我公司里面啊很多的用不完的，到时候你用完了，你跟我说就行，我就给你带过来啊。然后我希望就是以后你们不要因为花钱去买这些化妆品的事情然后吵架也不用花钱去买，想用什么你们就跟我说，我就给你们带，好不好？你说真的啊？那个谢谢你进来坐嘛，你来都来了啊，你进来坐嘛。那个阿梅，我就不进来了啊，阿梅，我那边还有车在等我呢。王飞哥，你要去哪儿呀？飞哥，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一句话。瓦菲哥，你是喜欢我的化妆品，怎么都送跟我的？不是，表姐，你在说什么呢？没有这个化妆品，我公司里面做的多了去了。你到时候你用完了，你就跟我说就行了，你千万不要想歪啊！我知道了，你喜欢我，说出来就好，不好意思，我知道。不是，你在说什么呢？你是阿美的表姐，我是阿美的好朋友，你等于算是我一个表姐嘛，对不对？什么我喜欢你说不出口，你这想到哪里去了？还有表姐，我们是朋友啊，朋友不是那种喜不喜欢的啊，你不要想歪了，行。阿美，哎，你这表姐，行了，那个阿美，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我公司里面出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可能要离开这边回去处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家里面如果不忙的话你陪我去呗，然后顺便我带你去玩几天再回来。你要回公司了吗？啊，但是王飞哥，我的话去不了了，因为我弟弟妹妹你也知道的，没有我肯定不行，然后我外公年纪也大了，他自己都需要我去照顾。你弟弟妹妹，你外国这些不是有你这个表姐在吗？你表姐平时她都是偶尔在家的，她在那个我们县城宵夜店上班，而且她对我弟弟妹妹外公都不怎么上心。阿美，你跟瓦特哥说什么呢？是吗？瓦特哥，阿美不这种，我去吗？啊，我你一起去玩吗？是不是表姐，你不是还要上班吗？对不对？没有，我刚刚昨天我们直播了，我。现在有事假了，刚刚我们有事假，我一起去玩吗？我一起去吗？阿美不去，我去。啊，你辞职了？啊，没有没有，那个如果这次阿美她不是没时间去吗？那就我也不是去玩的，我是公司有事情然后去处理的。如果阿美她这次不是没有时间去的话，那就下次等阿美什么时候有时间去了，我再带你们一起去玩，好不好？行，那我就先走了啊。王飞哥，我送一下你吧。好，走。阿梅。
你们就送到这里吧，你看车也在这边停了。这是什么车呢？这是什么牌子的啊？这个我站一下吧，好不好？站我站一下吧。不是你表姐。你别丢人。表姐，那个我是今天是真的有事情要抓紧回去。如果你要坐这个车的话，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坐啊。下次我有时间了就带你坐，好不好？那好吗？行，那阿梅，我就先走了啊。忙你们事情了。王飞哥啊，你下次还会再来吗？锁了门，关了窗，那我等你。好，那你车慢一点。行，你也是照顾好自己。好，开车慢一点，再见。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直够一杯。大哥哥大姐姐们，今天给大家唱一首金色口诀，点个小红心。是谁留下金色口诀，在静静的夜里闪着光？是谁拨动金色口诀，穿过黑夜，掠过山岗？是谁把你精心制作？是谁把你珍藏心间？是谁让你无限期待？是谁让你深切牵挂？阿妹站在青春山岗，阿妹的口诀牵动着缘分。阿妈坐在黄昏午夜，阿妹的口诀诉说着过往。我愿是那金色口诀，永永远远挂在你的身上。我愿是那金色口诀，悄悄诉说诉说你的心愿。锁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眼，什么症走掉？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